一颗直球就被林丹给掌握住了，但是连续四场比赛都出现了安打。这个球有点打到中间偏低的一个位置哦，速度上以职业打者来讲，现在142大概就是不快不慢了啊。高的位置带到了三游方向，越过了王念豪的防线。第九棒的许哲彦也敲出了本场比赛个人的第一支安打，狮队在六局上接连的两支一垒安打，也制造了得点圈的呛死。这个球许哲彦打得并不强劲哦，那运气差了一点，就是说这个球是打在三游的一个缝隙上哦。王念豪最后移动之后，再加上一个跳跃，有没有办法把这个球拦下来啊？把球带到右半边哦。这球被带到了左半边，来看到还是落地形成安打，一个弹跳，王振堂没有掌握得很理想，二垒上的林丹绕了两个垒包回来得分，狮队7-0，邱志成单场的第二支安打，扎扎实实。我们来看这个球，其实这个球的一个进垒点跟林丹打那支安打的进垒点差不多、哦。邱志成是带回了个人在本季第32分的打点，持续把攻势延续下去，摇两坏。哎呦，这个位置被逮到了，在中间方向落地形成安打，二垒上的跑者两出局之后，现在头也不回的回来得分。林安可在六局上再来补刀，他是赚进了在今年赛季个人的第64分打点。现在分数的差距会让陈金锋总教练的眉头哦。没关系，上来还是掉分的哦。哇，速球在外侧145，今天最快的一球，但是是一颗坏球，两出局，同一狮队现在满垒了。一球出棒，哇哟，在场内滚出了二游防线。第九分要回来，第十分也要回来了。快乐阿全，99号的神拳，今天是赚了5分打点。对，今天是打点大进账了哦。这个99一定会开心的，不过是狮队的99先开心。哇，那今天目前为止，这个林光熙这两分还是要算在林光熙的身上。对。你投了2/3局，目前是掉了4分。这球只有投手岳少华有防守的机会。